嗨，你好，我是底端人口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中国大陆有多少人翻墙？我在谷歌 AdWords 发现一个数据，434万。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还有512万呢，仅仅过了8个月就减少了78万。这个434万的覆盖面是对身处中国或对中国感兴趣的海外用户人数的估算值，该估算值是根据访问谷歌网站的登录人数计算得出。刨去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海外用户，剩下的怎么着也得有个400万。中国大陆翻墙的人数绝不仅仅是谷歌统计的这400万登录用户的数量，那除了登录用户人数，还有不登录的呢？这儿还有一个数据，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，截止2018年6月30号，中国网民数量8.02亿，谷歌搜索引擎市场占比2.59%，那么使用谷歌的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人口。去年吧，我到我们镇上去办身份证，发现他们的电脑都是可以直连谷歌的，全国光警察就有200万左右。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翻墙人数怎么着它也得是千万级别的。我底端人口是非常愿意相信2000万这个数字，毕竟咱们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智商最高最聪明的。你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特别感谢一下订阅了我的朋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